如果你要选择手机支架，一定要选择这种比较结实的手机支架。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款手机支架呢，它整体都是采用的是一个金属的一个材质。我们可以听一下声音，非常的坚固，而且在底座的话是有3片的防滑脚垫。我们放到上边以后呢，大家可以看到，放到桌子上以后呢，它可以进行360度进行旋转，而且的话，右在最后侧的话还有升降的一个选择，我们可以把它调高也可以直接降低。在手机支架的下方呢，还可以进行调节。调节完成以后呢，我们可以直接把手机放到手机支架上，大家可以看到非常的稳固，而且的话这个价格呢只需要个位数，非常的不错。